山美术协会的各位好朋友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乡亲，今天郑宏特地要非常感谢我们峰山美术协会40年来的努力，历届六任的这些理事长以及所有工作伙伴，大家全力的付出，让我们所有的这些美术文化的工作，不管是在我们院里、大甲、通宵啊，就附近这一带的这些乡亲啊，挹注了非常多的这个薪资跟创新，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再次要感谢他们的付出。另外一样，我们对于我们这个协会曾经蒙得我们在民国在70年的时候，我们李登辉李总统特地也给他们非常高的一个赞赏，也对于他们的付出。所以我们也希望一个地方的这些艺术文化跟美术，都是大家携手合作来创造拼出了一个好的成果。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在努力以外，让它发扬光大。再次感谢大家的付出，这个40周年的一个机会，祝大家都努力以外，那我们峰山协会继续蓬勃发展。谢谢大家。好，我们苗栗县这个最大的这个美术社团之一哈，峰山美术协会呢，在民国64年初成立到现在，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六任的理事长陈南邦啊，玉学博士，还有林明超主任，还有杨朝金校长，还有李九良老师，还有严少通先生，还有徐东煌先生哈，这些默默的付出和贡献，也感谢各位峰山协会的各位哈大师们啊，这几年呢都出了很多的啊这个美术的作品啊，在这个生日快乐之际呢，我在这祝福各位啊身心健康，也祝福各位呢往后有更好的成绩来展现。因为吼，我也是前议员吼，现在是咱庙的馆长老郑宏，咱管理副的这个秘书。我对着咱管理顶这个峰山美术协会这边的40周年的庆祝，我个人的看法，咱峰山美术协会会当在咱管理这个地区有40周年，实在是真正真难得。峰山美术协会在咱地区。在咱的第一届台南帮理事长，甲咱林明超老师、张朝金老师、李九良老师，甲咱第五届这个严少通理事长，包括咱第六届即卖徐东煌理事长的担任之下，咱的协会就是第一个贡献。我个人呢，也是啊，祝福伊40周年啊，周年庆，来当圆满，来当创造更加侪。管理店的这个美术人才，还是要感谢大家，谢谢。创会，但南方博士，伊也博士创会，就参加到即马差不多40年啊。对这个历史的这个创作方面，我是真有兴趣。包括嘛，希望讲会当，予咱这个社会，大家来对这个艺术，大家来重视，啊来看会当更加发展无。所以这个峰山美术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点讲，看会当会带动社会风气啊，这个创作这个地方文化啊，互伊较会当这会当发扬光大啊，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会从民国64年啊，陈南邦啊会长创立到现在哈、啊，已经有这个39年多的啊会史的。那么我们这个会呢，创立之初啊，是以啊培训地方美术家为主啊。那么以前呢，我们虽然有立案，但是因为县府没有补助，我们啊。开会有什么呢？啊，公文就没有报上，结果呢，他把我们除名了。那么本人呢，接任理事长之后呢，重新申请立案，啊，通过，那么以征集补助的经费，那么本会呢，这个经过数任啊理事长的努力，大家呢啊都有这个向心力。那么我也希望呢。啊，各位啊，继续来支持本会啊，谢谢大家。山精神贯日月，艺术传承在千秋。我们红山美术会在苗栗县耶里镇创立以来，已经40年的光阴岁月，这就是我们前辈老师们过去的努力的今天结果。我们能够为地方创造一个。书香传家，文艺飘香的新社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所以，我担任理事长以来4年已经卸任了，但是我希望我们的新的理事长徐东王先生能够带给我们新的希望，再能够为我们红山美术会创造更完美的艺术新天地。谢谢大家，非常高兴红山美术会40年了。这40年来，由我们的前五位会长陈南邦、林明超、杨超金、李九良、林少通这五位会长呢，齐心的努力呢，创造了美术会40年的光辉岁月。那我也感谢县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团体。还有所有的企业团体呢，赞助了本会所有的经费，也赞助了我们所有的活动。那我也感谢所有的会员，齐心的努力为红山美术会创造40年光辉的岁月，也期待我跟将来所有的会员再创造红山美术会另外一个奇迹。在此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我是红山美术会会员，40多年前南邦博士做会长，伊招呼一个我全的努力，伫这个红山美术会，我担任过理事、常务理事10多年。今仔日红山美术会安尼代驾通宵万里。安尼三乡镇，安尼大家做伙，伫这个美术会来为着这个美术的这个开拓，哦，大家不止做了拢真好，哦，这个对咱这个地方对艺术的提倡有真好的这个作业伫咧安尼。艺术我听说。我民国63年加入红山美术会，为的是鞭策自己不要放弃。之后每年提出作品，成为一种责任。40多年来，人生凡事走过，必留下痕迹。我觉得不但留下作品，也留下经验，更留下友谊。每年年会就是提供我们作品的。展现的舞台，我们艺术的旅途不会寂寞，对社会也提供更多的艺术欣赏者和爱好者。希望以后更多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谢谢。大家好，我们红山美术会具有悠久光荣的历史，我们要加以维持，而且要发扬光大，和培养下一代着手，跟。各级学校、机关、团体、社区等
欢迎他们多来参观鉴赏，以提高一般民众的艺术水准跟兴趣。其次是举办学生绘画比赛，除了个别的这个奖励以外，我们呢应该遴选优秀作品，跟我们年展的作品一起来展出，这样应该可以吸引更多的家长、学生、民众来参与我们每年的一次的盛事，同时呢，也可以提高一般民众对于艺术方面的了解、重视和支持。谢谢。我是黄金忠，我是莫辉，我来这里红山美术会超过三十年，都感谢这里咱会上一挂宣传，一挂老辈给我指导，不务正业做产来啊，啊都认认真做产，啊都欢喜安尼，一只咧抓笔啦吼，交通拢好啦，啊都会当会使啦，今日这个美术会啊，都是一个兴趣，爱回头开始，今日简单一只，感谢大家，谢谢。我叫做林明贤，我民国1959年艺专毕业，我自艺专毕业以后，我就加入这个红山美术会，这个红山美术会给我真大的鼓舞，我感觉这个红山美术会有真侪拍拼，前辈，对我的鼓舞真大，我真感谢，给我有这个机会，会当讲加入这个红山美术会。我相信，我希望讲，我以后会当对这个红山美术会会当搁做搁较大个贡献。多谢。各位艺文界的先进，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太阳，目前从事雕塑创作的工作，非常荣幸能够加入红山美术会这个大家庭，与大家一起学习成长。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红山美术会即将迈入40周年。一个艺文团体能够走到40周年，的确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理念来支撑。这40年来，我们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展览，一次又一次的拉近彼此的距离，凝聚了彼此的共识，也让我们的努力在整个苗栗地区被发现、被看到。即将到来的40周年，个人祝福我们会务昌隆，所有艺文界的先进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山美术会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郭中兴，中正顺发厘米工厂的负责人，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参加红山美术会的团队，共同为我们社会艺术文化共同的理想艺文飘香的社会来服务。感谢历届的理事长，像林明超老师、李九良老师和我们现任的徐理事长，除了在中正国小担任家长会长以外，更发挥他的所长，服务更多的乡民，欣赏艺术，培养艺术的人才，能够更上一层楼，希望大家共同勉励，出钱出力，提升地方文化气息。谢谢各位，加油。各位红山美术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明聪，是燕里镇教育同心联谊会的现任会长，也是美术会的现任顾问。我现在从事钢铁业的买卖。今天新逢红山美术会创立40周年的日子，感到无比荣幸。红山美术会对社会的贡献，无论在人文气息的提升，带动地方艺术
推展艺文活动，提升地方文化，皆不遗余力。最后，祝逢山美术会40岁生日快乐！大家好，名叫郑宏达，我是现任的燕里国小家长会会长，很高兴参加我们逢山美术会的顾问，在这里也先祝我们逢山美术会40周年，也祝各位能够以后能带领我们逢山美术会能更加蓬勃发展，在这里谢谢大家，谢谢。研究这个历史科，我对这个美术较有兴趣。学校毕业了，去小学教教书，落尾过去来初中、国中教这个美术。这美术的一种的历史，影响到咱地方的文化，咱的社会文化。这个历史的创作，对这个文化的贡献真大。无论是素描也好，油画、水彩、水墨画，都是拢一种的创作。但是，只要是过一段时间了，看会当提升，无做家己有这个创意，有这个创作的这个力量，予咱的这个艺术会当多元化。希望讲有大家对这个艺术来重视，来提升地方的文化，予咱的这个社会会当。不靠文化的气息。艺术事实上没有固定的法则和方法，因为艺术必须有独特性，它既然是客观的呈现，但是也是主观的认知，无论如何必须诚实面对自己。有人看到别人画抽象画就一样画葫芦，这样是无法感动人的。艺术的造诣，有人说艺术才情，艺术功力。才情是天生的，无法强求，但只要后天的努力，就是不断的练习学习，多看名家的作品及多读书，也会有成就。愿大家一起加油努力，谢谢。我参加逢山美术会已经20几年了，这要感谢黄正中先生的推荐与引进，使我在这逢山美术会得到的茁壮的精神。我是多方面的爱好者，譬如国画、书法，还有家政。我最喜欢的就是蔺草编织。蔺草编织，我还教了一些学生已经几年了，我们还办过2次的师生联展。我们做的作品都是一些比较创意的东西，还有我也最喜欢旅游，到处去旅游是也是很有兴趣。逢山美术会带给我很大的启发，大家很合作，努力的在学习，谢谢。我是陈海源，故乡在苗栗县大湖乡，我现在居住在台中市南区。我原来在国民小学教书，为了安排退休后的生活，所以50岁开始学习书法，53岁追随曾伯禄老师研习水墨画。我喜欢大自然，也主张师法自然，所以我四处写生，
我的水墨作品也就大多数是台湾各地的美景风光。最近几年追随陈华老师学习超现实水墨画，参加美术比赛，很幸运的获得苗栗县美展第二名，以及一次优选两次入选，参加台中市大墩美展获得两次入选，这是让我非常感到欣慰的地方，谢谢大家。我叫做汤伟森，我是38年次的，但我服务在永信药品。那我参加这个美术协会，我是觉得说所有的人大家都很和气，而且很非常的话参加这个画会非常的高兴，这样很喜欢来会主动的来参加这个画会。虽然我自己虽然也没有什么好的作品，也没有什么，但是很有兴趣想要学一学，所以我才来加入这个画会这样。我是期许说我们这个画会呢可以特别把这些画收集了以后呢，甚至于编号，而且未来是不是有画呢可以借给厂商或什么这些来做他们各自的陈列，而且以时间来做管理，来交换提升这个地方的所有的这个文化气息，这样在每一个公司，而且景象就会更好一点。我非常的期许说这个DVD 可以做好，谢谢。系列表现出